闻一下吧，我怎么知道呀？是不是啊？把它咬进去了。咬进去干嘛呀？叔叔阿姨还没拍到呢，您这包子碗，抓紧去拍哈，138半斤，236是一斤。如果你们拍个爸爸妈妈自己喝都很好，真的很建议叔叔阿姨哥哥姐们你想去不拍想摄一挑单。战一下？挑战啥？直接一口，直接来一口，来嘛，真的？其实是可以的。啊，本来就可以啊。我要不要挑战一下叔叔阿姨哥哥姐？待会儿谢让说谢，话给我冒烟。谢谢蛋蛋奶奶。像不像那个椰子壳那个？来嘛。还真的啊，三个味，我要把你抢的了。这个不苦，满满的菌香味。我已经拍了3斤了，好多叔叔阿姨拍2斤，拍3斤的，千万不要，你这样喝得上吗？要舀一勺在嘴里，然后喝2口水，然后他就小燕他们说在嘴巴里摇晃一下，他们就下去了。他们说你是我的小娇妻。哦，我再给大家那说是一因为遍，你太那叔叔个。阿姨、哥哥、姐们，知道凝脂孢子粉是干嘛的吗？第一，它可以抗什么？上了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有我直播间，如果叔叔阿姨、哥哥、姐们，你们有红色管管那个三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你不要说哈，你得跟我说出来。对，那个是什么酱？红色管管里面的什么？没区别。然后对菌香味很重，然后它对我们自身的那个绵绵那个。然后小薇薇，还有就是平时叔叔阿姨哥哥姐们很重要的一点，我问一下你们，你们上了年龄，你们有没有每天晚上翻来覆去就是睡那个有吗？不，嘘，闭嘴。有没有叔叔阿姨哥哥姐们每天晚上翻来覆去的就翻来覆去的就那个有吗？有是吧？肯定有啊，有的话，有的话，你听我说，你喝上一个星期再看看，每天你睡得像个小佩奇，哦不是，我天天4、5点才睡。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吃什么对吧？好的，谢谢谢谢，还有最后3单了，拍不到就没有了哈。当然有了，138是半斤，236是一斤，在。给大家节省了40元钱，还有几单？还有最后3单，还有最后2单，还有3单，还有1单，还有1单，还有最后1单，能付款成功就有哈，卖空了，我的天！小燕，为什么你在的话，每次我生意就特别好？为什么，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还有你们老公有没有经常？不是你这种的，有能力呀、啊？什么能力？是你跟我一起。什么？我跟你讲，我跟你一起，我又没有什么功能。他们说你旺夫。我不旺夫，我旺你。好扯。开玩笑，开玩笑。你不旺夫，你旺我。啊？我不知道我自己在说啥，我。抓紧拍，叔叔阿姨哥哥姐们。混了。我踢了个15单出来，还能付款哈。就刚刚没付款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还能去拍，236，你们都拍236那个点进去，那个是1斤，你们收到是2罐，你们相信我，给自己爸爸妈妈花个200多块钱买这个东西，胜过了去买很多不必要的东西。我说实话，因为这个东西是真真正正的对我们每一个人。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需要的，你们觉得对的话打个对。我觉得我们去买衣服或者干嘛花很多钱，几千米几个 W， 还不如多去平时就早上空腹喝一杯，对，或者睡觉之前不能这样。对，不好意思。还有最后5单了，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对，哇，我们卖的好快啊，这个东西还有最后5单了，你看。生意太好了，谢谢点赞。大声点吧。我咋？他就是超微破壁的，所以说他的粉末就特别散。空腹的话就一勺，很细腻。对，我真的，大家去拍这个包子粉一定会特别喜欢。把钱花在。奶奶，你眼睛不拉，看什么？手机怎么的？有用的地方。过去了，一次吃3克的话，可以吃几个月啊？2个多3个月了，1罐哈，2罐可以喝半年了。对，又来看你们直播了，真好。
谢谢。你还真的慢慢的把它倒进去。嗯。特别行李箱哈，喜欢就行，喜欢就行。啊，爱情的魅力，看完了。我好紧张哦。啊。这个包子粉，我为什么激动？我自己去收，我从云南收过来，我能不激动吗？达伟是小燕的福星，那换句话说，达伟不是小燕的福星吗？那挣钱我也是给老婆花的呀，给未来，又是给自己花的。我们是相互的，你是我的福星，我是你的福星。不，我是你的。你好。我好咋的？你好好哦。你也是。两个傻子，人家说。笑容含金量更高了，吃的很好吃。对，都拍到了吧？拍到了就行。这桌子上。桌子上有一些，不管吧。来，叔叔阿姨、哥哥姐们，这个品咱就过了哈。灵芝包子粉，我就想问一下。多少人在等贝母的扣个一？原来你是在等我把这个弄完啊？为什么买一斤是276？不是，你们买一斤是236哈，点进去应该是。叶子阿姨等惨了，她说她要买贝母。阿姨你还在吗？待会儿正事儿。阿姨睡着了吧？叶子阿姨不在了。感谢点赞。嗯，喜欢你们两个一起直播，我也喜欢和小燕一起直播。我也喜欢和你一起直播。我也喜欢你。你也喜欢我。啊。你呢？啊。什么？什么？什么？你说呀。我说了呀。你喜欢我，我喜欢你、啊。就在小燕家住。住啥呀？啥？你说啥啊？谢谢点赞，看你俩在一起就高兴。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你们刚刚想要贝母的在吗？在的话扣个一。是付了276？不是吧？应该236。你退了，重新再付一下。嗯。先把它退了，再重新。哎，怎么了吗？糟了。它唯一不好的就是。就是终于倒出来的时候了。对。嗯。嗯。叶子阿姨不在了。来嘛，你抱北木星老公噻。这样子，叔叔阿姨、哥哥姐们，我问一下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首先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知道的全部打出来，就是我现在手里面的这个东西。知道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打出来。笑啥？我们两个好像木头人。都知道了哈。就所有看过我们直播的都知道这个东西贝母，然后贝母呢是干什么的？你们都知道吗？它可以指什么画什么，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基本上每天晚上必卖的一个东西。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我去收的这个贝母，我自己亲自去收的，它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家里如果你们家里有没有老人小孩，经常半夜起夜？反复的，然后来一颗这个，或者有慢什么吃什么，平常经常，哎，这个地方痰有吗？什么也有不要？对，四川的贝母是所有贝母里面的这个，都知道了对吗？有吗？昨天拍了两单，哎呀，我正在吃，非常好。我给大家说一下。现在很多地方真的哈，我还是要普及一遍这个知识，假的贝母有特别多，
假的贝母吃着甜的酸的，我们一定要去买真正的贝母，真正的贝母吃着是像达伟刚刚吃的这样苦的。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公屏，包括你们家的孙子孙女儿经常咳咳咳，还有有笑什么去吃它。贝母为什么珍贵，你们当地卖到多少米，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就是一克卖到多少钱。对，谁让小孩能吃吗？可以，你说一下，你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珍贵。就一，它一颗，然后，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它一株只长一颗，一株四五年只长一颗这样的贝母，而且贝母是越小越好的，我们的贝母是完全没有磨过的，就是黄色的，米黄色的，完全没有磨过的，所以它吃着是微苦的，所以它很珍贵，在外面就三四十一克，现在已经卖到了。对，所以说而且最近已经复什么了嘛，谢谢，很多地方，所以说每家每户一定要备上这么一单贝母，大人和老人每天吃三到五颗，小孩子一到两颗就 OK 了，觉得苦就磨成粉用水冲服，还可以用泥蒸，对，中间掏开掏空啊，这个好苦啊，我也觉得有点，但是娘什么苦什么大家都知道。贝母我先给大家加上哈，我好像只有几十单了，这个贝母昨天卖了两三百单，没有了一点点。在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199五十克从来没有变过价格，五十克如果你们在外面去买的话一两千米，而且不一定买得到这种品质，这是我自己去收的，已经给大家上了哈，我先上个三十单吧。我看一下哈，泡水喝可以，然后那个我看周室友一定去拍，去吃一段时间，不要煲汤，干嚼最好。武汉阿姨上了，叶子阿姨已经上了，可以去拍。我上了三十单，我预计一分钟就会拍没这三十单，因为这个东西永远不缺卖的。大家懂得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自然就知道这个贝母的价值，还有我的价格，我都不用去讲。对，三二一，上车，对。小燕大声点说话，让大声就大声嘛，你打我干嘛，那你打我干嘛，上了哈。三岁娃娃，三岁娃娃珍妮，不是珍妮，三岁娃娃听我说很简单，把它磨成粉，这个贝母每一颗都很小的，把它磨成粉用水给娃娃冲服哈。你小时候被灌，而且我跟你们说这个贝母，叔叔阿姨哥哥姐们，你们老公如果经常抽这个，然后这个地方很难受，包括他们这个地方去吃它，鼻什么，对，咱们拍两单，今晚拍一单，好的，反正达伟卖的这个价格我支持大家全网比价，也支持当你们收到了达伟的这个产品去线下去白大褂去对比一下产品，因为外面反正现在有很多假的，它吃着甜的啊酸的啊，就是不是苦的，而且磨得很白，磨得很白让你们觉得很好看，对不对，实际上达伟收的这种贝母没有磨过，包括你们收到货就知道，然后四川的贝母是越小它是越好的，你们自己可以去查，你们收到货它是完全没有磨过的，它就是怀中抱怨中间圆屁股尖的，直接干嚼是最好的，对，直接干嚼，你苦吗，啊，苦，199是五十克，199是五十克，五十克大概是200到300颗，大人和老人，每天就3到5颗干嚼，如果觉得苦就冲水。感谢 M Y 阿姨，比心，谢谢阿姨。小孩子的话就一两颗，那个有你真好，可以拍哈，有你真好，可以拍的。这个贝母我建议每个叔叔阿姨哥哥们，棉花糖，还有一个贝母它本来就对这个地方越是这个地方特别好，越合适拼起来，
还有没得吗？点糖，我叫李燕。小燕，别给他吃口气糖了，要长胖。我吃的不是口气糖，谢谢。你想吃啊？啊。对，是明天发。我在你家拍的，每天吃五粒，感觉怎么样？皇室大小姐吃了一段时间。包子粉在二号链接，你们可以去拍。包子粉在小黄车里面，二号链接能付款就能发。对，我家乡有柴，嗯，对。叫你少吃一点。咋的？不跟我吃是吧？你不要。啥意思啊？不跟我吃，你自己吃。很多像小燕的哥哥，之前你们还记得吗？然后他就是经常那个，之前经常，还有这个，对，他经常抽这个，所以说吃这个贝母，吃了七八天吧，感觉就特别，嗯。所以说你们一定拍这个贝母，哦，嗯，好吃。他本来咋了嘛？开玩笑。你说我胖是吧？我说你人好好啊。你不能这样说我。我说你卖货好，老伤我的心了。没有，感谢点赞。小燕子瘦了，我瘦了就好了。嗯，没有瘦。我一共拍了五单。嗯，好的，贝母还有最后几单，抓紧去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对，这要是没人跟我互动，说这个品，不然我可以一直讲。我就一直个人捡，个人带节奏就很累。我来跟你互动吗？你要跟我互动噻，对噻、嗯。我要跟你互动啊。啊。那你个人讲你个人的，你都不跟我互动，我都不晓得从何给你开始。你不讲，我讲好了，我也没得吃了，好尴尬嘛。那你自己在那讲，我突然插一句，你又要说，我又要说，我让给哪个说嘛？我直接让你了说了噻。那你又不说了，我也不说了，两个都不说了，两个在那生气。那你说呗。我说什么啊？我也想突然说，明天给你们发，可以付吧？他有一些手机不一样，可以付。怎么吃最干嚼？直接吃最好。那个贝母对这个烟什么有没有？太有了。有。我刚刚说了嘛，对腌什么、慢什么、汁什么，这个地方就一定要去吃。如果你没有腌什么的，去吃贝母。好的，声音大一点，叫我声音大一点、嗯、我觉得我说话声大呀。嗯，对，明天发，明天发。对，明天发货，包子粉在二号链接。生气，四川话我懂。什么？生气啊！我说我们两个就是。我说四川话他听得懂，我说我两个晓得在这儿真的急。对，贝母有没有没拍到的呀？抢光了，上了五。嗯，好臭啊！你们俩多好，是啊。贝母是50克，200到300克，很多了。因为他是现在就跟你走了。走啥呀？贝母还有，贝母再给大家加一些哈，稍等一下哈。它是没有磨过的。对，给大家讲一下来。那外面卖的，又很大一颗，然后它又白，然后它又光滑。吃着还甜的酸的哈。嗯。那时候就假贝母。我没有吃饭。如果真的好，下次给大家上了哈，加了一些。怎么吃？直接干嚼，直接这样吃，再吃一个。干嚼3到5颗。我觉得好苦。老人的话也是3到5颗。直接这样吃。1到2颗，如果觉得苦，磨成粉就用水去冲服它，很棒的这个贝母。276一斤吗？嗯，236一斤。嗯。
那个你说包子粉吗？包子粉在二号链接，第一个链接是贝母，对。哎呦。嗯。不要做了，好答应大伟。没有做，没有做。嗯，我做。我现在在做着呀。我爱他还来不及呢，叔叔阿姨哥哥姐们，我爱小燕来不及呢。谢谢你们。咋嘛？小燕很有福气，找到大伟，看到没有？都说你有福气，找到我。你很优秀。嗯。为你点赞。包子粉是可以干嘛？你们知道，帮他打在公屏一下。这样。三什么？嗯。三百克有半斤吗？贝母不用洗啊。二号链接，半斤是138，一斤是236，二号链接。对，嗯，我给大家跳一下，包子粉给大家跳了一下。250克就半斤，对呀，250克半斤。六两。什么六两？半斤不是六两吗？哦，半斤五两哈，现在以前是六两，你问他们吧，半斤以前是六两，嗯。半斤是五两。怎么吃吗？贝母还是包子粉？来包子粉。贝母直接干嚼是很好的。贝母来，贝母下了吧，给大家介绍一下包子粉吧。包子，你去再冲泡一杯，我给大家好好讲一下这个包子。你吃吃吃啊！嗯，叔叔阿姨哥哥姐们，您吃包子粉是？我给大家说一下，你们如果有的话，你们就打哈。你们家里有没有？特别上年龄的姐姐阿姨哈，以前半斤是8两。首先，您吃包子粉它可以抗什么？知道的打在公屏，增强什么？然后降我们红色广告里面的三什么什么那个？对，你们看到公屏了吗？下面的评论，那里有写，看到了吗？降什么？增什么？护什么？助什么？能看到吗？有人打出来了，那个春晓阿姨，对，在公屏哈。对，你们看一下，再帮我复制一下。然后真正好的凝脂包子粉是这样的，早上咱们早上空腹去喝，或者晚上睡觉之前喝上一杯。我给大家看一下哈，包你要包这个洗好才行。嗯，今晚高兴多喝点的，谢谢谢谢。你把这个洗一下呗，老婆哦不是小燕。小燕，洗一下。我喝了一个东西睡的，嗯，对对对，正能量。早上，一天喝一次，早上空腹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喝就可以了，对。反正就坚持每天去喝，对。小燕18岁，好了没有老婆？哦不是，小燕，快点哦。不要着。用温开水哈，温开水，不要太烫。这有一点冷水，你倒一点吗？不用不用，没事。你先，嗯、哦。不用。咱们舀上这么一勺，用温水，不用特别多，够了。你一勺就有点。好的包子粉不用摇晃，它自己会沉淀。对对对，它自己会沉淀下去。然后喝的时候边搅边喝。不用边搅边喝，摇匀。可以啊，摇匀就可以。不是你后面喝到最后的时候。嗯。然后你们最后。底下的它会138半斤，236是一斤哈，所以就真的特别划算。
卖了接近2000多单了，现在咱们已经，你们可以看一下评论，基本没有什么不好的评价的。就喝到底的时候，你们可以边搅边喝，然后你们不搅的话，你喝呗。那么烫，你让我喝，烫死你。然后你们喝到底的时候，就要还可以从第二杯都可以。明天给大家可以发的，每天早上都喝，那就行，坚持。或者晚上睡觉之前喝，不要贪杯哈，每天就一勺就不会上那个什么那个火。对，我总共买了2斤半了。嗯，能拍就能发，去�拍1斤吧，1斤236，划算，很划算。对，新疆发不了，出啥一个？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打嘛，打我，来打我嘛，你再打回来，你是不是？感谢点赞，谢谢。对，收收先进水嘛，你过来。这个叫凝脂包子粉。哦，拍两单，好嘞。明天发。嗯。幸福快乐，真的拍了2单，那个叔叔你看又跳了2单，谢谢支持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每天只能喝一次对吗？谢谢用户送来小这个礼物，谢谢你，喝一次就可以了，小本生意，谢谢支持。小孩不要喝哟，小孩不可以喝，18岁以上。对，然后咱们再去喝它。拍了2单怎么喝？直接用温水泡就可以了，每次的话一小勺就可以了，就这样一小勺。男女都可以喝，对，男女老都可以喝。少就我把半斤推掉，买1斤可以吗？当然可以啊。这个是吃什么的？叔叔阿姨们可以打一下。好的，明月阿姨，谢谢你。我感觉我两个在各说各的，我两个好像在两个直播间。中间唐人一定要去拍了，因为他可以降我们的、那个、可以呀，降下来。可笑，他本来就对那个降什么特别。一天喝一次。你要学我说话呀？包子粉能储存2年。抢答吗？直接。可以喝啊，那个笑口常开阿姨一定要去拍。怎么退？后台要找客服申请退款。嗯，我不简单，我对包子粉了解很彻底，真的是好，谢谢。好的东西才会推荐给叔叔阿姨哥哥姐呢。一勺大概像我这样的杯子的话不用特别多吧，我觉得你们可以看情况嘛，就适量的，看你们的杯子。三什么那个笑口常开，它本来就降那个三什么那个，对，所以你一定要去拍。拍了一单。好的，那个可以喝，你得活吧，欢迎夫妻相。干嘛？没有干嘛呀？可不可以吗？什么可不可以啊？不一个。啊？吃饭了吗？问你吃饭了吗？不饿，减肥两个，咱们一起减，陪他一起，他好饿。不一个。温水就可以了。还没早点品，让他们带的吗？喝了有点那个，你要不要？你不要经常喝吗？来这样子，把我那个大凉山苦荞草拿来，给大家送不分的，从来没有卖过那个东西啊，我就一分钱不挣了，给大家。想不想一个新的东西？这个东西，这个、想要给叔叔阿姨哥哥也带一波。现在直播间都是铁粉，我看一下我的橱窗有没有上哈。有。知道这是什么吗？早点睡了。